好的啊，10点半，在这边集合。希望你们充分发挥这一阶段培训所掌握的临床诊疗的这些知识。人家都加油！给他职业，你看，你要带这么多东西，迷惑操作，不行，他真的太好玩了。是真的，还带了把雨伞。玻璃在手术中也把这个脾脏切除了。哎呀，老父亲的笑容啊！哎呀呀呀呀！那第一名的是，别！这么快，上来就第一名了？哇哈哈！我都不敢。Dream a skill team.